提到螨虫，大家肯定就会想起那些让人头皮发麻的言论。黑头痘痘毛孔大，都是螨虫在作祟。三个月来不洗被，百万螨虫陪你睡。被子上的阳光味，那全是螨虫尸体的焦糊味。实际上，螨虫真的有这么恐怖吗？今天就来讲讲它。螨虫体型非常非常微小，一般都在0.5毫米左右，有些甚至只有0.1毫米。我不配拥有特写，对吗？嘿嘿。螨虫属于节肢动物门蛛形纲，没错，它们和蜘蛛同属一个纲。蜘蛛！这么大只的螨虫！据说它们很可能还有一个体长超过2.5米、非常霸气、非常可怕的祖先——远古巨蟹，生活在4.6亿至2.5亿年前的大洋湖泊以及河流中。那时的我们叱咤地球，就算是碰到现在的人类，也能轻易撕碎。而你们吃个人类身上的碎皮碎屑，都要被喊打喊杀。简直！呀，谁呢？这不在这跪着呢吗？熊先生呐！螨虫家族非常庞大，目前世界上已经发现的螨虫种类有50000多种，其中每天跟我们相亲相爱、一起睡觉、一起吃饭、一起刷手机的，主要就是尘螨和人体蠕形螨。不搞笑，下一个。尘螨，过敏性鼻炎患者们都很熟悉，平常生活在室内的尘土中，以及地毯、沙发和床垫上，体型又小又轻，你随手一掀被子，它们就可能飞得到处都是。尘螨不咬人，不伤人，没有梦想，清心寡欲，每天就吃着皮屑、指甲、毛发以及各种纤维、细菌、花粉、谷物。什么声音？按理说我们完全可以和谐相处，一起睡睡觉，好困啊，好困啊，一起刷刷小视频，好好看啊，好好看呐、一起打扫打扫卫生，让我们除掉螨虫，让我们除掉谁？是的，很不幸，尘螨的粪便和代谢物是人体重要的致敏源之一。其中，许多螨性哮喘、过敏性鼻炎和荨麻疹等过敏性疾病患者都是受它所害。去它的和谐相处！体重的70%都是水分的尘螨，非常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食物里的那点水分根本就让它们无法满足，所以它们会通过身体里的一种腺体来吸收空气里的水蒸气。一旦环境相对湿度低于51%，它们就容易脱水而死。因此，北方和西部的尘螨数量明显少于南方和中部地区。都不做垃圾分类的嘛。另外，40度到50度的环境温度也会让尘螨无法生存。其实尘螨并不可怕，想要清除尘螨，除了经常清除室内灰尘、轻换被褥床单外，还有很多有效的办法。用热水把它烫死，保持干燥，把它焊死，或者放到-18度的冰箱，做个人保卫。但偏偏晒太阳是很难晒死它们的。首先，很多时候被子比较厚，太阳温度也达不到。其次，尘螨又不是傻子，觉得烫屁股的时候爬到被子阴凉面就好了。而晒过的被子那股令人舒心的味道，大多也是由于晒后部分臭氧产生和被子纤维在温度升高下所散发出来的混合味道。再来说人体蠕形螨，也就是整天在我们皮肤上吃喝拉撒的螨虫，它们又分为2类：毛囊蠕形螨和皮脂蠕形螨，一长一短，一个喜欢群居在毛囊，一个喜欢独居在皮脂腺。它们平时会伸出带刺的脚，卡在我们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部位的毛囊和皮脂腺里，比如前额、鼻部、脸颊、头颈、胸背部，在这里吃新鲜的皮脂和角质蛋白等。蠕形螨不仅在你皮肤里蹭吃蹭喝，还喜欢在晚上偷偷溜进去、溜出来，在皮肤上交配产。时不时还把外面的细菌带入毛囊和皮脂腺。虽然成年人皮肤表面几乎都可以找到它们的存在，但绝大多数被感染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因为它们的代谢物、分泌物以及尸体能及时从身体里排出去。可如果有的人免疫状态不好，营养状况不良，蠕形螨又比较多，毛囊口又阻塞，就有可能引起痤疮、酒糟鼻、毛囊炎、眼睑缘炎等等。大多数情况下，寄生的蠕形螨对人体也不会造成啥伤害，如果没有产生特别的症状，就不用刻意非要用药除掉它，回去好好养着吧。油脂分泌旺盛的人记得好好洗脸，注意个人卫生，少吃油脂丰富和刺激性的食物啊，不要让周围环境太潮湿。另外，54度是蠕形螨的致死温度。懂了，我这就把自己煮了。我是让你没事煮煮毛巾。除此之外，不得不提另一种比较恐怖的螨虫——疥螨。它寄生在你皮肤后，会在你的皮下挖一条隧道，跑到角质层深处吃喝拉撒，并且快速的产卵繁殖。由于太硬的皮肤，它挖
挖不动，于是就专挑指缝、腋窝、大腿内侧等比较柔软、容易入侵的地方打洞，从而引起明显的免疫反应，导致疥疮产生。它们喜欢夜间在洞里钻来钻去、咬来啃去，所以晚上局部皮肤会巨痒无比，疥螨传染性非常高。预防感染的最好办法就是注意个人卫生，避免接触患者的用物。如果不小心得了疥疮，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治疗。我怀疑你在视频素材上偷工减料。我是王小乐，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博学的画家。